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刚才发现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艾米他又发情了。刚才我想这个就是拿威力测试一下，看看他俩在一起是什么样的这个状态，是不是？没想到把他放出来之后，这两条狗去找闪电了，怼闪电去了。我操！威力，威大夫，给检查检查。看，这家，看看是刚开始还是到这儿？看着吗？没注意他，哎，你看这个事儿干的，哎呀，还是让他们自行检查啊，玩会儿啊，看来是没有到天，没有到时间呢，还是跑吧，但是这个威力啊，他这家伙年轻。把持不住，是吧？你看看，先别着急啊，朋友们，这两天我就给你准备吃的，好好补补，把身体补得棒棒的啊，朋友们。艾米，肯定这次是你媳妇儿啊，朋友们，肯定是你媳妇儿，千万别着急，啊，好饭不怕晚，啊，朋友们，不着急。这两天杀杀你的脾气，知道吧？啊，注意休息，一定不能再和一出来就去找闪电，一出来就找闪电，不能打架了的，啊，朋友们，看看，啊，这个媳妇儿这是真的看上你了，我看着，嗯，这，哎呦，踹我一脚，你看。我也不知道哪儿说错了，他踹我一脚，喂，不让喂，你扒上去白搭，你知道吗？阿米那尾巴不靠边儿，他根本就上不去，现在不到时间呢。下去，别在这捣乱，你回去吧，还不到天呢，不到时间呢。接下来啊，如果阿米过两天到时间了，就得让威力配啊，这下半年就让那个谁，让那黑龙让他休息啊，不让他配了。那个艾拉，如果这再发情的话，也是用他，行吗？啊，两个媳妇都是你，把他放回去，把闺蜜放出来。多米跟他玩会儿，沾沾他的喜气儿。快走！他跟艾拉、艾米能不能和平，他不知道吗？不许打！在一起玩可以。你看艾米多强势。看没，艾米毛，哦，他俩毛都炸起来了，背毛都炸上了。没事，他俩在一起还打不起来。哎，多米啊多米，跟你艾米姐学一下，啊？他妈横的，你看给他横的。你看毛了。嗯。千万不能打，千万不能打。都立起来了，这毛。应该没啥事，他俩应该没事。没事，他们三个在一起都没事。三个在一起不行。没事，他跟艾拉那次掐多米掐的。那就打那刚出来那会儿，打两下。嗯。玩的时候打。多米逗着他玩的，你看叼个纸。叼个纸。嗯，没事，啊，他不吃，一个纸球。我跟你说。
多米就是一个宠坏了的公主，你知道吗？我别让艾米上了，你马上就有马上要结婚了，马上脱变了，所以说不能再让他打了。嗯，你看，多米找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玩了？你能不能玩？要是再出现一次这个，你就赶紧回去。我得靠边，我不能和艾达那么近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一种护卫意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在那边玩，上那边。只要是别的狗一靠近主人，他们就开始这种了。不管是哪条护卫犬，它都是这样。你看没法，不行，这状态不能跟他打。嗯，那你回去吧，多米。多米，那你回去吧，要不？除非关笼子，给他们就是挨着关。挨着关不管事儿。让他去关。哎，不行，多米过来，过来。哎呀，臭！看来大公主啊，她多漂亮啊，她就是，哎呀，一窝都不带啊！你说你能气死人？对，等到如果要是这次过两天他还不没有发展的话，没有发情的话，不行就给他看一下。测量也测完了，然后这个血液也验过了，没有炎症，就让人家给他用点药调理一下，嗯，对吧？他跟别的狗不能长期在一块儿，他这家伙太强势。嗯，刚才一直想欺负那谁，欺负艾米。嗯，这个就因为这个艾米啊，他不发情了吗？又快结婚了，所以说怎么又快结婚了？可不又快结婚了。所以说不能让他们打架啊，一点伤都不能让他带了。所以说你就老老实实的。你该回笼子的回笼子，该自己玩自己玩，啊，不能再欺负这个艾米了。我看你，我要不在这儿，你俩还没事儿；我一在这儿，我看你那特别强势，对不对？嗯，老想把我自己归他自己拥有啊。他占有欲特别强。嗯，占有欲特别强，是不是？啊？